直播室通知，左上方点下关注电脑用户，点下直播室通知我，给我点一下星星，为什么我星星这么少？大家记得给我点一下星星，不要这么少，好不好？很丢脸的回去。我先跳第一支舞。嗯。哦，搜错歌了，我说什么不一样？大家记得点一下关注，谢谢。点一下关注，啥劲呢？为什么要叫我唱老师？你有毒吧？给大家跳第二支舞。大家记得点一下我关注，手机用户点一下左上方直播室通知我，电脑用户点一下右下方。哦，电脑用户点下城市爱心，手机用户点下，哦不，
手机用户点下城市爱心，电脑用户点下直播室通知我。有毒，脑子跳的有点缺氧，大家记得给我送一下星星，我给大家跳第二支舞。点一下星星，谢谢。哥点一下星星，谢谢，我给大家跳第二支，我给大家跳第二支，第二支跳这个。跳这个，我错了，哎，缓一缓。点一下主播的关注，再送一下星星吧，谢谢至尊哥哥，谢谢刚给我送礼物的哥哥，我刚刚看到好像说，哎，谢谢，不要刷屏，男子不要刷屏，你会被踢的，别闹，不要一直这么高频率刷着溜，谢谢天霸，我不是四川人，我是浙江人。还有第三支舞，你们要想看什么舞蹈？还有五分钟。你们要看什么舞蹈？为什么老师要看摩托摇？
摩托摇啊，摩托摇很无聊哎，我觉得。可是我觉得摩托摇很无聊。我给他跳慢舞吧，刚刚两支舞都算快舞吧，我跳支慢舞好不好？好。我不应该问你们的，问了也是。哎，摩托摇主播，谢谢开真爱，谢谢谢谢。我跳支慢舞吧，这是我最后一个麦序了，大家记得点一下我关注，不然的话你们就看不到我了。然后记得给我送一下星星，谢谢。为什么非喜欢摩托摇？慢舞不好吗？哼，好吧，跳摩托摇不应该问你们，下次我绝对不问的。点一下关注，送下星星，谢谢。不开双面镜了吧？给我点一下关注，送一下星星好不好？我也很累的，还要10秒，给我多送一点。哇，你们怎么停下了？谢谢送的礼物，谢谢谢谢。我靠，累死我了！点一下关注，点一下关注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